两个杯子坐支撑不能移动，用这张纸让这个杯子立在上面。你要是能做的话，这一只大螃蟹就给你吃。鸡蛋和杯子的情况下，让鸡蛋跑到最下面的杯子里。你要是能做到的话，我给你吃一小块棒棒糖。用这根线把冰块吊上来，重点是手不能碰到冰块。你要是能做到的话，我就给你吃一个猕猴桃。你的水倒到空杯子里，重点是不能从正上方倒，两个杯子的距离不能少于40厘米。如果你能做到的话，我就给你吃一个奶粗米。哇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两把一撑，把这两大瓶饮料吊起来。你要是能做到的话，我给你吃一半西瓜。硬币的边缘立在杯口，你要是能做到的话，我就给你吃一个油炸鸡米丸。错，这样看有哪个大一点呢？不会吧，怎么绿色的？错。